到小核心要多久？小核心现在没有。好，那我先去买。你再买三颗，左边需要。哎，我买了，我买了。哦，好，加分在左边。我先存铁。贴，来左右这我放。哎，有人要来挖那个核心咯。啊，这边还要需要一个守护者岛啊。守护者岛。哎，他们放他们的力量。Zerry Pig，哎，他们的那个祭司在我们这。哎，还有力量，我怕。活掉了。好，换我们的。我还没空弄。左右，你知道加分岛哈？加分岛就对面，就对面过去那里，西瓜那边过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哦、小心走、哦。哎，加油！可以这样吗？我有想法了。想法啊、哦？那我再玩一下。二零零，为什么要挖掉他们的核心啊？二零零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二零零啊，米菲保护我，他要保护我，考虑一下，哇塞，那个左脚我们的力量岛又没了，力量，哎，那个绿宝石那边，啊，绿宝石全部被挖走了，哦，他们好烦啊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哎，有人走西瓜了！中间，哇！走，你对对，你到西瓜，你到西瓜，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你会怎样？你是中毒还是凋零吗？中毒吧，他会一直扣血。中毒。对，没关系，没事。现在挖核心就是中毒。对，等一下挖核心没有分，让祭司扣血。嗯，所以你有核心的话，帮忙补那个绿宝石去。好，我们这个太过分了，又挖了，太过分了，又挖我们力量岛，我们中间可能要打回来啊。对啊，中间现在他们一直进攻，好，生气气，小狐狸加油！哦，封住，好险，背头。中间在背头、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左边那边有一个人一直在拿，又、欸、躲在那边射人、欸，哎，就射他，没有人把他打掉，哎、欸，在补啊，在补啊，那个祭司，哎、欸，那绝对 pick 的祭司，中间在大战哦，好，哎、欸，破你盾，哎、欸。看到，都干掉，一只，干掉一只。你是恐怖片，给我下去！打小狐狸啊！打屁打，祭司死亡，蓝队的。哇，他就掉，他就掉下去了。哇！再来呀、啊！再来呀、啊！哎呦，中间全胜，小狐狸没问题。力量岛需要那个核心。左脚有吗？我在等待。好，不然你要不要看？你用铁买吧。左边有一个。好吧，我们没有铁了。哎，左边不就？哎，有一个蓝色的人。看到，小灰撤回来。我等一下有东西再给你。爆了。爆一个而已。小灰，这里，我相信你懂的。哦，所以我还是去买会比较好。就是可以不用买太多啦，你的话就不用买太多。你进不去。你有全套装备吗？先穿。不要走。盾牌直接扔给你。哦，我进不去了。对，你进不来。所以可以买给你。你好可怜。左你需要什么？啊？你要买什么？啊，我怎么又有风石？它会自己出现。对，右边在盖岛，十分钟一次。对，左脚力量封死，我在你旁边。啊！你可以把下去，原样挖哦。杰瑞，你后面守护封石提供给队友。哎、欸，来啊！他过去，他跳过去了。哎、啊，我过去。绿宝石，又来绿宝石。哇，很会挖嘛，又挖了一个。哦，我又补了。Nice！ 我守绿宝石这边。
那作者有时候可以拿一下牛排。哎、欸，下去了，到时候就给你拿。有有有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被魔法杀死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跟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那个？那个那个，你是慢慢持续扣血的吗？扣很大格，好像被丢了那个药水。那个那个啊，王的那个祭司的那个武器，魔弓。魔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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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着魔枪，在哪里呀、啊？我的。哎，还有哪边要补？那三星我丢在那个、哦。目前没有，目前没有。哦、好好，你帮我捡到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刚经过、欸，然后就。好，原来是你哦，你杀了我。没有，我这么善良。哇。谁要守护的？发光。哎哎哎！有蓝队，有。哎，你后退，哎。暴击暴击他暴他暴他！哇，又偷挖，哇，全部挖掉了，一宝石被挖掉了，他没盾了，他没盾了。啊！干爆他！上啊！救他救他救他！救你！干掉干掉干掉！没事没事，一宝石三个。有人要风二的剑吗？我不要牛排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等下要去挖了。好，你不要牛排丢地上。左脚那个力量岛，力量岛。哦，力量岛，你知道的，我知道的，力量岛，我在努力了。核心，对对对，跟你讲一下，我们这样随时就回来，冲一下，冲抗性。哇，所以右边有路接起来了，有啊。哎，我也在追他。好。喂。阿俊，你打不到，打不到。我刚看到坐的，吓一跳。嗨嗨嗨嗨！哇，他们其实能挖的很少哎、欸。你掉到虚空哦！我的天啊！先打那把他们的分数岛。来啊，中间北通，中间在北通喽。有两个人，有两个在射我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看到我是他们祭司。祭司打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这里，你被打回家了吗？对啊，他又在挖。主核心，左脚，小心。挖好快哦。哎、欸，我怎么那么痛？很痛很痛。对，你小心，不要遇到其他人。他们怎么都不见了？隐形？有这里。对。哎、欸，他回归时没有回去了。西瓜岛，他说西瓜岛。西瓜，他想到怎么瞬间就消失了。下去啊，没打到，打，不要让火哦。有有有 ，nice。左脚还 OK 哈？可以。好，好累啊。好险，核心没有分数。对。二零要武器吗？有，我有。我有风二。忘记不能拿铁剑打骷髅了。哎，中间贼 pig， 他被我封在中间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哇！祭司。哎，大战！干掉！好，那我不下去了。哎，又来啊！他们，他还想要绕走嘞。哎，左边，有人，我来。你在哪？分数打。哎、欸，他盖了一个。哦，我守护石也有了。他死！我现在收集各种的力量啊。分数岛没事。好。中间有村民楼可以购买东西。分数岛又可以再买了。可以买，买起来。哎、欸，左边他们在连那个跳。对啊，我有讲啊。我刚左右都有啊。可以来救我吗？他在秒我。你在哪？左边，上面。左边上面有一个弓箭手。我掉下来了。我去买弓。上面好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哒哒。Surprise！ 哇 ！Surprise！ 嘿，他掉下去。哇，他摔回家。他宁可死回家哎、欸！哇，这家伙。又装备火。哎、欸，都来喽、嗯！都走左边哦。左边也有啊，各种来哦。
猪九你小心哦。好，我们的守护者岛其实还可以再一个放右边啊。有人挖掉一个分数吗？小狐狸我在你后面，尽管冲。哎，我们一起上来补来补。哎，我怎么拿牛排在挖？哎，挖掉你们守护者。哎，又补一个。哎，那挖核心太巴西了，那个祭司在旁边直接补。加班还少一个吗？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两个都补，我两个都，我刚补了，刚补。哦，走这边，哎，左边啊，左边啊，左边啊，人来了。对对对，他们又走那个跳高台，他们很爱跳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哇，来不及，看这个。哟，我来了。破坏我们力量岛，想破想破，没得破。哼，哇，我装备超满。哎哎，右边有人，右边有人，左点小心哦，你要不要扣血哦？不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啊，因为没有分数啊。没有守护者，守护者在打。哎、欸，要挖的，我讲一下，我在他们加分祭坛前面放了西瓜沉淀。好，左点再补多一点。我去挖了。在哪里？他给好慢哦。他们的祭司在哪？你可以跟你讲，我这个下面这个啊，会有很多装备，你到时候都可以拿。好，繁星在哪里？我要跟他走。你在哪里？我在我们家。好，你等我，你有带稿子？有有有。好，我们家右边。你先，又来挖。又来了。哎、好，你背走。好。就是你知道这个这里也可以补。啊，对，另一边的那里也可以补。你有看到吗？白白的，中间黑黑的，有没有？哦。对不对？那里也可以补，那可以防止我们核心被打。左边来一个哦，跳到上面下来了。战神那边，战神那边。好，想打守护者，哎呦，他怎么直接爆了？是不是？哦，用他铁剑，铁剑打守护者了。对，我把他全部扔在，扔在守护者会死的场面。哦，我不能跑。你为什么不能跑？他不让我跑的感觉。祭司可能祭司有点小限制，可能啊。我们现在四千分还 OK。哇、哦，蓝屏六六六。哇，分数打那样子的话，很容易被挖呢。哎，右边来一个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两个，那边有两个，那边有两个，左边那边两个。有种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被其他人发现了。下去。他要去挖了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再跑，你再跑，米菲追米菲追，分数那边啊，分数那边，啊，我摔下去了，对不起，啊，刚刚在追他们的祭司，追他们的 boss， 最后再观察他的血量，希望有回来，哎、欸，有回来哎、欸，哇，空间。对，是几率回，运气真好。对，有裤子没回来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可能就是刚好没捡裤子。后面一个，我放了什么？哦，手剑打气，小运气。下去。那、谢谢，谢酷酷，谢酷酷，谢酷酷，酷酷啥？酷酷啥？哦，这个可以存东西了。可以。啊？买个回归石好了。哦、那我把封石都放在里面。可以吗？突破。可以。哦，封石可以耶，有哎。我拿个力量好了。我又拿到了两个三叉戟，抗性哦，各种啊，人来了，破坏附近的，来了，被挖了，被挖了，都被挖了，都被挖了，都被挖了，这里有西瓜，你西瓜要跑到中间，
什么臭西瓜？臭西瓜，打他！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左边还有上面有一个。分数都没了，但是也没了。哦，我去补。右边有两个得罪了我们，哎、哦欸，没打到，可恶！那个战神可能等一下也要补一下。头上好一个、哦，鸡皮花了。嗯，干嘛？等级。哇哇哇哇！那个那个，好、哦，这样就没事。